兄弟们，虽然人的 XP 是自由的，但是呢，啊，我爱上了一个圣遗物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这个奶套的什么理智罐啊，跟新海的那个裤衩一模一样。哎呦，天天脑袋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着它啊，想着它戴在自己头上啊，安然入睡。我靠，真香哇！就是新海的裤裤。不跟新海的酷酷一模一样吗？兄弟们，我从现在我要收集所有的这个新海酷酷，收集多少呀？被你这么一说，真的点醒我了，啊，点醒我了！我要收集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，我靠，五条裤衩，我要把这个圣遗物，我收集1500条。对不对？中，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啊，刚刚有个小伙伴说他抽那个苍骨，啊，没有优拉就抽苍骨。我说你没有优拉抽苍骨干什么？他说我 XP 是那把苍骨的剑啊，很帅。哦，我当场就觉得不可思议。现在我突然理解他了。啊，我的 XP， 我被一个小伙伴点醒了。这个，哎，那个理智罐好像是新海的裤衩。我一看，我靠，觉醒了不得了的东西啊！觉醒了不得了的，这个，对吧？圣遗物 XP， 没想到吧？恋物癖，我天！我刷他个1000条，天天戴头上，戴身上，嗯。我们来对比一下啊，我们对比一下，没有星海啊，七七可以用啊，看一下是不是啊？这样的，啊，一圈过来啊，好。放大看一下，哎呀，新海，你怎么把裤衩戴头上啊？虽然我也喜欢啊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理智罐啊，那我也喜欢，还是你懂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把它戴头上？把你的裤衩啊，不用的都戴我头上。拖给我，可恶！拖给我！这就给你刷几十套裤衩，这样你就没有，就不会没有裤衩换的，天天都不用洗。哎，好啊，妙！我已经没救了。啊，行吧，没救了。